是特特到经过丹本都会看到这间家乡蟹王饭，是不是近年来都以为一看掉了？不啦，一起拨去来宾了，跟着我们这样转就来到这间新家乡海鲜蟹王饭。看这个料大概也能联想到咖喱米，他们用的汤特别大力的，诶，大力的口感比较好，比较好吃的吗？这边的咖喱有没有浪送不香，不多不多正宗牛牙烧，你可以选择 order 普通的或者是大的加料的，不管是颜色、卖相还是味道，都跟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。它的汤让我 taste 到的是散丹跟 belacan 的味道，平时我们吃到的咖喱米、白咖喱米跟这个真的是完完全全两个世界的东西。如果你 order 大的，不只是那个分量加大，里面还会加了鱼肉跟大大粒的哈。这一个牛亚咖喱米是他们店最新推出的哦，单单一碗咖喱米当然不够啦，老板，全部那些招牌菜都给我来一份。我们最熟悉的招牌蟹王饭，现在竟然还有虾王饭。当初你跟我讲懒惰霸螃蟹的，现在推出这个虾的，一点都不输螃蟹。最重要是他们的虾够新鲜，这个鱼头鱼包一来到，那个味道就冲进我的鼻子。老板讲这一道用鱼头煮会比较适合，也会比较香。鱼头不得咸，小切到大大块给你，煮到够香够软。接下来这个泰式冬粉拉拉，会哟。这个酸酸辣辣的可拉布非常开胃，加上新鲜的辣辣，而且里面还有冬粉，不喜欢吃饭的朋友你们可以来这边吃冬粉才得。刚才有牛牛咖喱，现在有爸爸番薯叶，这个是甘崩里的祖传家乡菜，也是他们的招牌菜色之一。干杯肉脆蒸凉瓜，肉脆蒸到够软，外面包着那个凉瓜，配上他们的字还有很多干杯，健康又好吃的一道。家乡是很多老顾客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搬了进来，不管你当初知道不知道，现在看到就赶快来吃。喜欢我们的作品记得在 Facebook 关注林时林，点个 like， 在我们的 Facebook 帮我们 share， 不要偷偷自己 download 了再 upload 去你们那边哈。